像快满了。没有没有，还有你还有七个人的空间名额。你满了，我就慢出来了。因为我已经满了。出来游戏，然后我今天请的来宾就是我身后这一位，来，请自我介绍一下，你是谁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也是喵哈。哎、欸，真的哦，哎、欸，这么巧，我也姓，我也叫喵哈耶。你刚讲我也姓吗？哎、欸，是对啊，啊，气死我！好啦，反正今天请到那个烦死人的瑶了，气死我！哇塞，哎、欸，你这样讲。好、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好男不与女斗啊！啊，真的、哦，真的哦，哦哦，那你待会就不要跟我斗哦。对，不是我爱好和平，与世隔绝了。真的哦，啊，瑶，你知道我们今天是要来干嘛吗？嗯，知道。真的哦，好，那还是先短暂介绍一下、嗯，就是我们要来玩那个画图的题目。那我要把瑶的人设画出来，然后瑶如果可以的话，就请画出我的猫设吧。哎、欸，不对吧？啊，刚不是说你开始录影之后，你要开启那个网络邮局 ATM 汇款10万给我吗？有这一回事？有啊，没有啊？我通告费很贵、哦，真的哦。对啊，那待会就用待会的5张图来抵押吧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好，那我们就先进游戏吧。你 是有点歇斯底里啊？对啦，气死我了，右上角，气死我了！欸、你好凶啊，怎么那么凶啊？对啦对啦对你就凶了。所以我们不用管那个题目是什么，我们就把对方画出来就对了。有，我会跟题目结合。要跟题目结合哦。对啊，要不然你要怎么让其他人投你啊？没有啊，我没有打算让其他人投我。我刚不是说我爱好和平吗？那我要把喵哈画丑一点。可以、啊。其实我本来就很不会画画，到底为什么你要这样？你这个不是邀请来宾，这是欺负来宾吧？没有啦。我对你们都很 nice 的啦、啊欸，虽然我现在只敢请熟的啦。那你下次要请生的吗？哎、欸，对。炒冷饭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们来玩那个。哎、欸，你有电哦。你想听更高音的吗？好啊。这个是低音哦。要开始啦！哦、哪有才18个？你骗谁？你看我抖好大一下哎、欸。嗯哼。哎，这个。对吗？你不觉得这很像便秘吗？原来你便秘是这种声音哦。你刚刚讲便音吗？对啦，气死我了！我跟你讲，其实跟喵哈相处下来，最愉快的就是抓他。讲错话的时候，我好难过、哦，因为他很容易。哎、欸，瑶，那你知道我跟你相处最愉快是什么时候吗？什么时候？看你打错字的时候。我不是很想听。看你打错字的时候。真的吗 ？Archer 是弓箭手是不是 ？A R C H E 啊 ，Archer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这是什么啊 ？Archer 是什么？哈 ，Archer 是什么？Archer 射手。哎、欸，那不是一样意思吗？对，可是他的图片出来的是比较像是那种拿枪的那种射手 ，Archer 哦。你人设那个是什么颜色啊？偏肤色吧。你就这是色吗？哎、欸，小心我把你毙了，气死我了！等一下，我真的不知道你那个是什么色啊。你这样子不对吧？哎、欸，对啦。我超紧张的，我现在也很紧张哎，知道你人设要画的东西很多，还有翅膀哎、欸，你不用画那么细的、啊，有啦，就是你知道就是要专业点嘛。
哎、欸，你长得好笑。可恶，气死我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跟你讲，不是哦、喔，这款游戏不是这样子的哈，我们是要杜绝这款游戏啊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呐，很好玩呐，太过分了，你知道吗？不会啦，我那么温柔。What the？ 啊，剩十几秒，来不及了啦！喵哈，你怎么那么丑啊？太丑了，气死我了！为什么跟你玩的好生气哦？倒数了啊！倒数了！不要！太激动啊！好了，算了，可以啦！你知道我画什么东西吗？我待会来看看。哎、欸，是我哎、欸！好了，投你，好好笑哎、欸！真的有画弓箭啊，所以应该对啊。所以我刚就在想到底是弓箭还是那个，可是我刚 Google 出来全部都是枪手。你好，哇！你帮我画好可爱哦！啾咪啾咪。哈哈哈，右下角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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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你下次可以把耳朵换成枪的那个颜色就可以了。我觉得我画不错啊。可以啊，不错。我还攻击猫哎。我觉得左边那只好好笑。左边那只还蛮可爱，左边那只应该就刚刚 gank 的观众吧？应该是吧。哎、欸，我就画好，哎、欸，我的票好高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两只猫在互相攻击，啊，输了，好笑，我的天哪！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十八年以来画过最好的一幅画。真的哦，我好开心哦！上一幅画在我两岁的时候画了一道彩虹。你有觉得现在找瑶来是一件不对的事情？不会、啊，会把自己弄到高兴。跟瑶一起玩游戏，我觉得好开心哦！跟瑶一起玩游戏，天啊！我上辈子杀了好多好香哦。好冷哦！哎、欸，烂透了！不然是你超冷吧，还是我命就你？你也没有超人吧？你是直接据点我。对。Daisy 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Daisy， 它是不是花类的东西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雏菊花。哇、哦，哎、欸，喵哈，你眼睛好凸哦。你才凸哎、欸，你全家。等一下，哎、欸、呀啊，这个副啊。我真的第一次听到有人画图画到还可以惨叫成这样，这样都炸弹。你的嘴巴哦，喵哈，你真好丑，气死我了，惨了。那观众会不会说我人身攻击啊？可以，观众攻击他。到底是谁攻击谁啊？哎、欸，我把你画那么摇，画不出来啦！哇，我觉得我画的有点主题没有显示出、欸。什么倒数？什么倒数 ？How can you do that？ 啊，我没有画完，这一张有点失败。啊，好早啊，超八怪。我也没有画完，然后你的影片下面就会开始来说，我们摇怎么那么吵啊？哎、欸，你明明就画很好啊，可是那个花的感觉没有到啊，就像我根本不知道那什么东西。有啦，你至少完成了画花，又完成了画猫，太夸张了啦！到底谁会玩这种游戏？会不会崩溃了，你知道吗？不会啦，可以啦。You made this. You made this. 哎、欸，我好久啊！我记得有名是这样讲，没错吧？我应该没有在秀下限吧？没有。你刚刚讲的 You made 是梦，
梦想。哦。然后有名的话是那个 You May。哦，好哦好，有不一样吗？不一样 ，You May 跟 You May。哦，好好 ，OK OK， 就好像是摇跟摇一样。不过一般我们会讲 May 金，就是名人。哦、oh, ，不是那个漩涡名人，对啊，你瞄他就名人啊。你说会用漩涡的那一种吗？他那个叫螺旋丸，不叫漩涡。用漩涡，用漩涡什么？洗衣机哦，可能是新的人数吧。Golf， 高尔夫球。我要画一个摇打高尔夫球。摇打是谁？就你啊。我的观众都很 nice 的，咦，你是有被攻击过？通常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被攻击的通常都是女性实况组，有没有？真的哦，难怪姚你这么常被攻击。对，我是说跟女性实况组合作的话，就很容易被攻击。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真的哦，真的。高尔夫球杆要怎么画？就一根长长的，上面前面一个突突的，我在讲什么、啊？一根前面长长的，前面突突的。哦，姚，你早上，你看，啊，就是这样。天哪！我跟你讲，真的在录几集啊，观众就知道你的本性。真的哦，真的。我真的没有遇过有人玩画图游戏玩这么激动。时间到了。姚，你还好吗？嘿，你画得太好了吧！我刚刚就在想说，到底高尔夫球要怎么拿杆子？右上角是饭团吗？饭团中间夹一根棒状物。左边、哎、姚，你是打算每一集都一模一样的角度吗？对啊，不然怎么办？你那么难画。那个红色的杠杠是什么意思啊？红色的杠哪里？就我前面那一个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有注意、欸。天哪，为什么你画这个可以画这么快啊？可以啦。而且为什么你可以画那么大幅？我都只能画小小的、欸。我不知道、欸、可能你比较小、啊。我是说那个画图。嗯哼。What do you want to say? I want to say bigger and small. 你在攻杀谁？我也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居然是我跟你哎、欸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好啦，与有容焉。所以那个红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哪一个红色的、啊？就我前面那个红色的。啊，那个嘴巴啊！哈！如果一定要我形容现在的感觉的话，大概是我现在饿了三天三夜，然后我还得被迫吃不喜欢的东西的感觉。真的哦，那再吃一次了。我不要！哎、欸！啊，Stardo， 这什么 ？Christmas！ 哦，好酷哦！哇！要来画长得很丑的喵哈了。我要来画圣诞老公公妖了。没有啊，你长得好像茄子哦！茄子，我在想什么东西、啊？没有啊，你好，我觉得你好看一点了，我进步了，真的哦。那像我应该要多邀请你来玩这个游戏。我不要。然后你以后就只会画喵哈了。哎、欸，我玩到锁定大学了啦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因为这游戏我会画喵哈嘞。你也太快了吧！啊！我现在就有点厌世哎。Christmas。好了，画完了。你等一下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说像茄子。你是把我涂成紫色的？不是。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！一脸贼笑。你才肥呀、啊！贼笑啊！我贼笑。哎、欸，嗯，我当掉了。啊、嘿，丹尼又。嗯。
丹尼佑，嗨，嗨，丹尼佑，鸡在叫，你也知道你是鸡啊。Eiffel Tower 什么什么塔吗？是埃菲尔铁塔吗？哦，好像是 Eiffel Tower。喵啊，你嘴巴好大、哦！气死我！我觉得我一直被霸凌啊。哪有？我才被霸凌，好不好？哪有？我把你画不好吗？很好啊。嗯。埃菲尔铁塔，如果埃菲尔铁塔被我画到，也是很衰了。哎、欸，瑶，你经过这个游戏以后，你就可以很高傲的说：“哎、欸，我画过埃菲尔铁塔、欸。”屁啊！哦，我没有画完。我还好啦，来不及画背景。埃菲尔铁塔。你看你在推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，金色的。哎、欸，你看埃菲尔铁塔恐金哎、欸。我本来想弄咖啡色，但是颜色没选对，来不及改。哎、欸，你这个还不错、啊。如果不看那个嘴巴的话，巴黎铁塔。他可能怕会误以为是东京铁塔。哦，对耶 ，Tokyo。Tokyo。啊！有推塔成功了。推塔成功了。哦、oh! ，推塔啦！天哪，到底为什么啊？这个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有人五分钟可以画这么快啊？我又没画完，背景没有东西，太丑了啦！我跟你讲，也许因为画画这件事，我会变得更厌世。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喵哈。真的哦，听到喵哈如果是这个声音的话，我相信90%的观众要被你骗了。哦，喵哈是女神。听声音辨认女神有没有？不需要，我要走粗犷路线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喵哈。有来啦，来啦，我在 F5 了。嗯，你说这里啊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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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也不受控哎。噔噔噔噔噔，好了，让你不好做个收尾，气死我！你想要收尾吗？好了，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前面这一位姚大大，还有记得订阅我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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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不要订阅他。不要，我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。哦，请说。你刚刚说订阅我前面这一位，可是你一直打空气耶，你还往左边挥，你是不是有斜视啊？哎、啊，我们节目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到时候你就会后悔。天哪，我怎么找一个这么多话的来宾啊？真的。